这许多人呢，都有怕黑、怕医院、怕死，甚至看到坟墓都会吓得发抖的心态。请问这是什么缘故？如何才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？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啊，有几个人不怕死？太少了啊，包括学佛的人也不例外。啊，要怎样才能够把这种不正常的心态消除？只有一个方法，对于生死这一桩事情的真相，你要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这问题就能化解了。啊，我们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啊，现在连外国人都在研究啊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，人不会死啊，死的是什么呢？身体啊，身体有生死啊，身体不是自己啊。啊，就外国人现在承认有灵魂，灵魂是自己，灵魂他又去找个身体了。啊，这个身体年岁老了不好用了，就不要了，丢掉了，再去找一个，就换一个身体啊。啊，我这个讲经前两天停下来，啊，我就找什么呢？哎，今天碰到这个问题，啊，我就找这些东西。现在外国人呢，研究这个东西，材料很丰富啊，啊，我让同学们给我在美国买到60多册，专门研究这个生死轮回的事情，啊，但是我只想找中文的一本，啊，我这两天就找到20本，啊，还有一些，在书店现在缺货。我已经给它定下来了，啊，大概中文的译本的时候有30几本，啊，英文东西多，我们现在翻译的时候一半还不到，很值得做参考，啊，可是他们呢，要用佛法来说，知其当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啊，他们认为肯定人有灵魂，灵魂是自己。这个在佛法里不承认的，啊，佛法的灵魂还不是自己，啊，真正的自己是什么呢？真正自己是自性啊，啊，那才是真正自己啊，啊，说灵魂是自己，比承认比肉身的那是进步太多了，啊，所以一定要认识佛家讲的。真如本性，那个是自己啊！你看大乘教常讲嘛，学佛学什么？把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找到啊，那就成功。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，那是自己。而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，那真正自己在哪里呢？当然在身，没有离开身体吧。啊，离开身体到哪里去了啊？真正自己就住在这个身体里头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非常清楚啊，啊，是什么？是真是本性。什么是本性呢？在眼睛叫见性，在耳朵叫闻性，啊，所以在六根呢，就随着六根的名字叫六种性。啊，实际这个六性是一个性。啊，一个性在哪个地方产生什么作用？这个东西要用比喻，注意好了解了。比如说，我们的本性呢，就像电，啊，这个电大家知道了。你看，在这个荧光幕上，它就变成彩色。啊，这你们打电话时，它就再变成声音。啊，但是通通都是一个电。啊，在各种不同的器具上的时候，
它就起不同的作用。那我们眼耳鼻舌身呢，这六个不同的器具，不同的器官啊，这个电流在哪个器官就产生什么作用，在眼它就能看，在耳就能听啊，在鼻就能嗅啊，在舌就能尝啊，它起这个作用，这个是自己啊。所以佛法称之为叫本性真性，这个是自己啊，不是灵魂啊。灵魂是怎么回事？灵魂是我们还是本性，本性在迷的状态，迷惑颠倒的状态啊。那这个真性的作用啊，它永远不迷的啊。为什么呢？眼见思，耳闻声，他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个人我们就叫他做佛啊。他就是佛，他就是菩萨了啊。他还起心动念啊，但是他没有分别执着，这菩萨。如果他还有起心动念，还有分别，他不执着了，他就是阿罗汉。如果是通通都有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有，他是六道凡夫。这个我们在讲习的报告很多次了，所以同学要晓得，这是真正的自己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这是真正的我。身体就像衣服一样啊，啊，衣服坏了的时候，你们晓得马上就换一件了，所以这个身体的时候可以常常换的，无量劫来不知道换多少次了，啊，这有什么可怕呢？有什么恐怖呢？啊，所以说黑不要怕，啊，这个是这正常的现象，不要怕。医院是真可怕，死不怕，哎，医院太可怕了，啊，所以生病啊，我劝大家的时候，不要去医院，不要去找医生，不要去吃药，山西小院那一套非常管用。哎，你学那一套就行了啊。我这个实在找医生的时候，找中医，不要找西医啊，千万不要见那个医院啊。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啊。这个现在的我们只是这个有这么一个观念呢，也就是从外国他们这些著书的人呢，差不多90%以上啊都是医生啊，都是心理医生、精神科的医生，他们都通灵啊，有许多用这个催眠治疗的方法啊，直接跟这个灵媒啊、灵界沟通啊，所以得到很多的这个资讯。你这个病人的时候，他病因啊，会到过去生中找啊，过去再到过去找。有一个病人，这个心理医生给他治疗深度催眠，好像是他可以能够回到他80世以前啊，4000多年的80世以前那个地方得的病因啊，找到之后跟他讲，他明白了，他这个恐惧就消除了啊，所以那个病就很容易治好啊。所以实在讲，病是什么？分别执着啊，只要放下分别执着，人就很轻松啊，就很愉快啊，那个病就很好治啊。啊，那种坚固的执着的时候是非常的麻烦啊，这个要知道，人要常常保持很好的情绪啊，远离真的远离一切妄想啊，对于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不要看得太重啊，应当要放下啊。人生在世是在家，你每天吃饱了啊，可以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，够了，比释迦牟尼佛日子好过多了。是不是？如果再要是奢求的话呢，那你就会生病了。
哎，你的欲望啊，超过你的需要啊，病就来了。哎，如果是我的欲望跟我的这个实际需要完全相应，这人不会生病。